这感觉好俊啊！那打火机，我他妈是一个拳头。我觉得你的很像洗发包。没有，我家单纯的挑颜色来拼。你们快说谢谢汪达。我不要。在录了吗？对呀、啊。没有啦，谢谢汪达。对，没有，我要讲，汪达把你那个上次在保龄馆摔倒的影片交出来。好，是吗？把影片交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谢谢汪达。不谢啦，不要偷练啦。不要偷练啦，不要练赛车偷练啦。杰哥。我看一下。旁边的我看一下。我干你啊！但你要加一张卡片，我里面你要加他们一起看哦。还可以经过的，开好久、哦。开你的啦，你的什么？汪导说要现在开。啊！我的鸡炸热，出来吧，我红色火焰。按。不要这么快，不要这么快。没有火、啊，哎，对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在拍红板给汪达哎。开不起来啦，我来开啦。拿刀开过来。哎，为什么？来，张浩啊，你够了！你觉得什么东西？我看一下。为什么？干，我早就屌他电话嘞。为什么？他们现在不敢开，那一定有问题。搞不好他们沟通好了，弯道会送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我要看。怎么裸女照？借我看一下。我看。什么？什么片？皮肤名片。干你啊！借我看。你说他妈给他恶心一点啊，他觉得我很需要是吗？卫生棉的呀，不知道你在干嘛。没有，打开了啦，打开了啦。小姐，你能拿过来？我生气了。打开来啦。都是性器具吗？不是啦，我看一下很正常的东西啊。是吗？哎，干你怎么？这种卫生纸啊？为什么？干你们！是空运来的，为什么打火机？为什么打火机没有火？卫生纸哎、欸。哦，开酒瓶的、啊。没有火、啊。开酒的、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送给小夫的家？为什么？包装纸。你为什么送我鸡蛋？哈哈哈哈哈。为什么？阿亮，这个丸子啊。阿亮，这个你跟他有没有什么？送给小夫跟小夫的家。那我跟他跟他什么？送卫生纸。开的那个比较帅。送卫生纸。朋友妻不能戏。你挑颜色给啊、哦！你为什么？你看，你为什么都在干这？我说那才是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那个不知道干嘛的，干好土炮哎呀！来啦！你有什么想告诉汪达？所以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有这个。还有这个，里面也有一个，跟他们也一样的哦。对啊，你这打火机很脏啊！为什么这么脏？因为他生日。不是啊。我生日，这个是干嘛的？你俩兄弟过，这个好看吗？开酒呀，这个好看吗？为什么？这个，谢谢。金杯为什么？好看呢。哈哈。我要跟你结下。啊。我要跟你结下。为什么这种不干的？你为什么不说？干，你下次买日本的啦。你为什么说他冷笑？